生动的面孔，一颗颗朴素的心灵，他们为了人民的安危无畏无惧，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默默坚守。沉稳、专业、真实、震撼，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一特殊群体，重温那些令人难忘的警察故事。天网特别制作八集系列片《非常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便衣警察》的热播，使便衣这一特殊警种迅速走进公众视野。而现实生活中，这群不穿警服的警察不仅专业，且透着一种亲切和洒脱。一看是一个人，知道吧？一看是一个人，你一倒车，他马上就一扒拉他一伸脚，哎，你压我脚了，怎么？他一说这个我就怀疑，绝对是，但是小小对吧？哎，炸词儿的，这就是炸词儿，我这就逮这逮多了。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就发生在北京街头，指挥抓捕的人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张慧玲。2009年12月12日晚上，一个企图靠碰瓷儿来敲诈的团伙刚一出手，就被张慧玲逮了个正着。啊！停车管理员给你正指挥的，对不对？对，他给我指挥的。然后后来那停车管理员说没事儿，没碰着，然后弄的人还挺尴尬的。他正问找谁，就你没分，确实是没碰着。哎，他要成心把脚往里伸，哎，其实你给他查他也没事。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知道，在他们寻找目标的时候，张慧玲已经盯了他们三个多小时。他们碰瓷敲诈的过程，老张全都看在眼里。确实，这司机没看见谁来碰了，一块来的，这互相都得去埋怨这个司机，或者说你怎么开车不看人呀？怎么？哎，他们这种情况不一样。等他当时这碰上这个，只有一个人去搀着去上，把人拉个车门上车坐着去了，其他人分开了。分开什么意思？就看看周围情况，东学嘛西学嘛。因为我当时在观察了半天这种情况。门口那个怎么探头是空的呀？张慧玲今年48岁，参加公安工作20多年，当了8年便衣警察。贼都把张慧玲叫做神探亨特张，经常在双榆树地区混的不法分子都知道，作案时如果被张慧玲盯上了，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了手铐。那么这个身高1米75、消瘦身材、有8年便衣经验的老张，怎么成了京城神探呢？谁培养了张慧玲？大会上讲这个事儿，好像就应该说是啊，这个公安局的领导，一届领导培养了，还通过这个啊，这个各级这个师傅啊，各级领导、人民群众的帮助。但是我们局长说是贼培养了张慧玲。哎呦，全场当时特别惊讶，一片这个沸腾啊。张慧玲在调到北京双榆树派出所工作之前是一个普通的警务人员。2002年5月，老张到新单位头一天，就在双榆树一家超市发现了几个小偷。他一路跟踪观察，就在窃贼准备打车溜走的时候，老张冲上前去将他们现场抓获。不行，不行的。我看了，卡有卡，追前面。张慧玲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从此和贼打上了交道。
虽说老张刚来上班，但他慧眼识贼的好眼力还是让同事很是吃惊。他发现贼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比别人要比一般民警要独特。反正我当时是没瞧见的，他就瞧见了，他一点一点指给我。新单位嘛，露一小脸儿，这领导说：“哎呦，你还真不错。”发现老张这个优点以后呢，我班子呢当时就决定就把老张搁在这一片，让他把这一块给控制起来。主要呢，当时也没想到说能抓多少贼，就说能把这个案子给压下来，就达到目的了。接受了新任务，老张开始观察辖区的环境。双榆树地区在北京称得上是寸土寸金，每天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因为这里的繁华和四通八达，治安状况也十分复杂。老张做了专职抓贼的便衣警察后，他天天带着保安在街上巡查，可贼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但派出所还时常接到失主报案，失主伤心的样子让他想起来就惭愧。咱这比较善意，就一看有的派出所到我们派出所，我们抓着贼以后，那派出所那小女孩哭的呀，说这我回家路费，我回家过年去，说这一年的工资才1000-2000块钱，这一下连回家都回不了了。作为警察，张慧玲不能容忍小偷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作案，但是要想抓住窃贼，就必须在茫茫的人群中找出他们。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究竟哪一个是贼呢？老张调来了辖区内几个餐厅的监控视频，仔细研究窃贼的作案规律。我等什么椅子脱衣服，他也假装脱衣服。对，脱衣服，人家后面衣服，他假装是光弄他的衣服呢，实际上他用他的衣服脱人家那个。贼进餐厅有的是一个下手，一个在门里，就近在门口找一个通道，找一个位置坐下，就防止你事主啊、保安、服务员发现了，这人往外跑，他跑出去，他得起来，他挡你事主或挡你保安，哪儿哪个事儿哪个事儿，给你挡上，让那个人出去，他在这儿等于一晃悠，哦，跑了，他挡着你，到门口还得挡你。老张识贼抓贼，一般采取隐藏观察的方法，并很快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能够凭对方的眼神、衣着、举止、携带物品、行走路线，准确判断对方是哪种类型的贼。这位边走路边看自行车的，多半是倒车贼。在车前转来转去，就是确定了目标。而挽起袖子，就是要动手撬锁了。这位就是典型的餐馆贼，他坐在餐馆里并不是来吃饭的，而是伺机行窃。再过去，大部分都是这类，你看看。他凳子，你坐在位置上。对。我说那可能你手就摸着了。我给他送去。你问那边。像他这种就算比较，这服务员就比较那什么，老在巡视，老在走，给他机会不多。想动手了，现在开始动了，在动手，这儿已经看得见，他就在那动着。这算有点手艺了，基本上，隔着这个一罩头。这个成了，拿好了，坐回来，坐回来，一分钟，用着，坐着马上就走，别了，走了。行窃成功的贼，没想到刚离开餐馆，门外就有一张法网等着他和他的同伙。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同时，
老张总是要求先搜身，这样可以留下窃贼作案的证据。为了人赃俱获，老张会选择最佳的抓捕时机。这就是说，也别老了，也别嫩了。嫩了呢，就说我没干成，我想偷我没偷成。这从你量刑上，从你处理人上，哎，难度很大。没证，对。说老了，说这人我稀里哈嚓，好，我都偷完了。你好比说偷一钱包，钱包你没看见给扔哪儿了？有事主你没有物品，这也很难说。看看，我现在过来了，你看看啊。喂，等一下啊，马上就到咱这车了。没这意思。窃贼作案非常谨慎，从不轻易动手，所以张奎林跟踪时要有足够的耐心。晒得又黑又黑的，等的时候确实挺烦躁的，就跟钓鱼坐在那个鱼坑边上，他真不上鱼，你真着急。但是只要老张盯上目标，就一定会和他耗到底。我就不信我说我耗不过他，我好几次都是这种状况，都是他们从这儿得了手以后，哎，咱们通过录像监控，就跟他死耗，抓着他们这种犯罪心理，贼吃熟道嘛，哎，还有一种韧劲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跟那个这贼，有时候他真串走，他也不坐车，顺着大马路，大夏天的三伏天，就他就走，他们走。我从头到尾，他们怎么走我怎么走，我就不信我走不过他，对不对？他也天天走，我也天天走，嗯，所以就哎，就坚持到那份上了。有的时候，哎，你就自然而然，我说这个功夫下呢，自然而然就成了。几年下来，老张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反扒专家了。他知道窃贼喜欢在饭点时间来，又爱在人员集中的地方作案，所以老张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段巡查。长时间没有规律的生活，使老张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哮喘。蹲守的艰辛，如果没有切身体会，是很难理解的。可一旦有情况，老张的兴奋劲儿就上来了。进啊！现在就一个一去电影院，俩人，电影院那个哎，哈根达斯里边去俩人，麦当劳里头松开了，麦当劳里再坐俩，马华里去一个，就有了。我车停马路边上都能看得见。啊，给他们松开了，都哎，拿住。人家给我，人家给我，那什么？你知道什么呀？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转的又那兴奋劲儿，那马上病也好了，什么都也不闯了，那眉飞色舞的。跟你说，就把刚才抓的人的过程、那个感情、那个怎么抓的、怎么发现的那个兴奋劲儿，逮谁跟你说，那兴奋劲儿就大了。12月15日，为了参加公安部的活动，老张提前回家换警服。老张的爱人和孩子都挺忙，他也很少准时准点回家。所以家里显得有些凌乱。由于哮喘经常引起咳嗽，老张每次参加活动前会多吃些药。这都是些什么药？都吃这个咳嗽跟那个治那个驱咳止痰那个。每天要吃多少种？得吃5-6种吧，我今儿有活动，这量加大点了。
尽量在那个现场别犯病，别咳嗽。平时这件警服就没穿好啊，一般平时不穿。你要不把这衣服穿上，我们看看。穿的行，反正穿的不错。平时穿警服的机会多不多？不多，基本上上班都是便服了，除了有些活动啊、勤务。奥运会那么大活动，我才穿过两回。平时希望穿警服吗？警察嘛，平时一般都是穿过警服，但是我这个这么多年了，一直便衣，就穿的特别少。不过到时候还是挺想穿的。为什么？看你把这衣服一穿好，显得特别精神。这主要是这金光闪闪，然后显得这些都是一等功啊。对，这一等，这是全国运会人民警察的那个奖章。这是一等功。一等功，这是二等功。有这么一段吧，有这么一段。这是自己这个人生的也是一段经历吧。在这个干警察这个职业的一生吧，也是体现了一个你们的这一辈子工作完了，这是得到这个领导和这个政府的认可吧。2007年8月4日，一对在浙江打工的中年夫妇被请到了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便衣大队，接受侦查员的询问。因为4天前，这对夫妇曾向贵阳警方报案，称他们在贵阳火车站附近遭到一伙人的诈骗，随身携带的13000多块钱被骗了。我们从浙江坐火车来，中间我和我老公就走出去，他就是说你们到哪点？我说我们到杨龙寺那边，他说我也是到那去的。当时这对夫妇刚下火车，正准备转乘长途汽车回家，听到一个女人说搭他朋友的车只需交几块车钱。这对夫妇动心了，没多想便跟着女人上了一辆微型面包车离开了火车站。然后骗了车之后，其中一个人就会假装他是司机，他和司机是一起的嘛，然后就会假装说他的钱不在啊，钱不在啊，和还有卡也不在啊，然后就是说要收身嘛，给被害人收身。我老公都把卡拿给他看呢，他就把谁都把卡看了，谁都把他的假卡给我揣在我家卡头。就这样，这对夫妇掉入了对方设下的陷阱，之后这对夫妇就被那伙人赶下车。等他们最终回到家，去银行一查，才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早已被人调包，卡内存有的13000多块钱不翼而飞。在贵阳火车站附近诈骗乘客银行卡现金的案件已经接连发生了10多起，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为了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便衣大队的侦查员们暗中秘密侦查，先后摸清了隐藏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的几个有组织的诈骗抢劫犯罪团伙。这两天便衣大队的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其中的一个团伙。现在开展了捞住了几个，是不是？你看他在哪点以后那个提醒来情况。此刻警方的情报人员正守在火车站，密切注视着这伙人的一举一动。根据便衣大队副大队长杨红的设想，一旦这伙人今天再次作案，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与侦破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不同的是，街面犯罪发案频率高，犯罪分子作案随机性强，其踪迹往往难以被发现。如果缺乏准确的信息情报支撑，打击此类犯罪将变得难上加难。你的情报面越宽越广，你破案就越容易，就会减少很多我们前期做的摸排工作。便衣大队是贵阳市公安局2004年8月组建的第一支打击街面犯罪的专业刑侦队伍。原本在刑侦支队做侦查员的杨红被调来负责便衣大队的组建工作。当时呢，我就是负责这个抢劫这个出租的案子，当时我们在破很多个团伙，也打掉很多个这种恶性的持刀抢劫出租车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案子。因为呢，意思呢，可能相当我身边可能有点特长，或者有点有一点点优点了嘛，意思呢，把我喊到这里负责这个便衣大队。当时杨红也没有想到，这次岗位变动让他面对的是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次挑战。其实当时组建这个队的时候啊，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队伍为啥困难呢？当时他是从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都不专业，都不专业。在我们支队，原来这些老的那个支队的很多专业大队来说的话，他们会破什么案啊？基本上都是学徒，初是刚开始的学徒级的。面对这样一支队伍，面对从零开始的工作，面对领导提出的建设一支专业刑侦力量的要求，杨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最初的时候，杨红带领他的队员们在贵阳城里不辞辛苦地东征西战，但是由于缺乏侦查经验，一个月下来，几十号人不光没有破一起案件，就连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没有抓到。不仅如此，队伍管理问题也接踵而至。有时候你安排工作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安排不下去，不执行，苦闷，感觉很难受。想冷静地把门关了，安安静地想。我很自信一点，我不怕任何困难。我怕呢，我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经过3年的艰苦摸索，便衣大队打击街面犯罪的模式，从早期单依靠蹲守的办法，逐步向依靠对信息、情报搜集和研判，对犯罪实施精确打击这样一种高效的模式转变。逐渐逐渐的就能干死了，逐渐逐渐的他的资源就多了，慢慢的就开始在网上的研判，我们支持人有多少情报库，这些情报库都应该怎么用啊，种种手段都跟上了。傍晚将近6点的时候，侦查员洪浩突然接到了情报人员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诈骗团伙有了动静。哎，你跟着哈。据情报人员讲，此刻有3名乘客刚刚被那伙人拉上了他们的面包车，正准备离开火车站。杨红判断，这伙人很可能会故伎重演，他带领侦查员们立刻向火车站方向赶去。你现在赶快往花街方向走。花街方向走的有个银灰色的面包车，6790车牌号，啊，车上有一伙这个抢劫的团伙，现在人已经让他们搞到车上来了，抓着的。傍晚6点左右，一场抓捕诈骗团伙的行动正在贵阳街头熙攘的车流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你们车停哪里？我们包车，我要在那停这边。此刻诈骗团伙正驾驶着一辆银灰色面包车离开火车站，向市区方向驶去，车内还拉着3名刚被他们哄骗上车的乘客。为防止因堵车而丢失目标，杨红决定将侦查员们分成3路，
分头向目标所在位置进行包抄。我现在我看到了，嗯，好。慢点，慢点，别跟了，你跟紧啊，行的。不要，你不要跟着撸。二十多分钟后，侦查员洪浩率先在车流中追上了目标。喂，车子我们跟着了，车子上有两三个，可能两个我们三个。此时目标车内并没有什么异常动静。根据以往类似案件受害人提供的情况，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在将受害人哄骗上车后，很快就会实施骗术。此刻三名乘客上车已经有二十多分钟，莫非犯罪嫌疑人的骗术已经得逞？情况一时难以判断。我不一定，那些官可能在路上搞我一下，危险嘛。那个时候抓，在那个地点抓，那地方抓安全。打击此类犯罪最关键的是对抓捕时机的判断，如果过早抓捕，万一嫌疑人还没有实施犯罪，抓捕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抓捕时机太晚，嫌疑人又会丢下受害人，然后夺路逃窜，到那时追捕起来会更加困难。情况瞬息万变，作为指挥员杨红必须做出准确的判断。乱指挥啊，咋行？啊，肯定不行，乱指挥的话就失去了同志们信任，啊，就很可怕。他们记得这个呢？此时侦查员洪浩跟踪目标车辆已经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由于副大队长杨红率领的另外两路侦查员此时还被堵在后面，为避免长时间跟踪引起对方的怀疑，洪浩派车上一名便衣队员搭乘一辆摩的，暂时替换自己进行跟踪。现在动了炮呢，还没下手。我觉得既然今天条件这么好，我们就继续多跟好了嘛。目标一直在市区里绕来绕去，侦查员们一时无法判断出他最终的行驶方向。由于道路堵车，副大队长杨红决定先暂停追赶，等前面的侦查员判断出对方真正的行驶意图后，再朝近道包抄。停车就抢过来，车人就抢过来，抢了把丢下车就跑了，那算是问题了。此时副大队长杨红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嫌疑人在侦查员们汇合之前动手，那么抓捕就只能靠洪浩他们独自完成。洪浩车上只有五个人，到时候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每个案子这种侦破的过程和抓捕的这种经历啊，它都不一样。但是我有的一个想法呢，你起码对整个事情你有一个判断。喂，现在你可能要过来，那现在是往那个北京路方向走，小丁坐了摩托车跟到他呢，我们也在后面。此时目标径直向贵阳城外高速路方向驶去，杨红立刻率领另一路侦查员朝近道向目标所在位置斜插过去。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提前动手，侦查员洪浩已经做好了独自进行抓捕的准备。他已经很明显，我能抓捕太多，就是每个侦查员都是已经现在怎么干他心头的一个数，他心头的主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一把，他下一步感觉非常漂亮。经过三年的实战锻炼，便衣大队的侦查员们积累了丰富的打击街面犯罪的经验，杨红对自己的队员很有信心。到路口，好好好，我看到。十分钟后，在一个路口，杨红率领另外一路侦查员终于查到了犯罪嫌疑人面包车的前面。跟前面个车，后面个车，跟我过来啊！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持续跟踪追赶，三路便衣民警终于汇合了。在副大队长杨红的指挥下，侦查员密切注视着犯罪嫌疑人车内的动静，
等待着抓捕时机的到来。审犯人一下以后呢，我们就从后面就堵他，我们就下来就抓。就在此时，犯罪嫌疑人的面包车突然开始减速，为防止对方生疑，尾随其后的侦查员洪浩只得驾车超越目标。哎，已经开始翻箱倒柜了，已经开始在动了。就在超车的瞬间，洪浩发现对方车内出现了异常动静。有信号啊，不信就动我嘛，动动动，三个动。他们在前面的那个，他在前面的那个呢？哦，别动，快点动！动了就打死你。三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当场落网。经查，本案共有三名受害人，抓捕时其中两名受害人刚刚被犯罪嫌疑人驱赶下车。我找我的卡哈，不在的了，钱也不在的，卡也不在的了，那么都哎都意思肯定是在这个棚子存到哪一个地方去了，我不晓得。在作案车辆上，侦查员当场起获了被犯罪嫌疑人调包的受害人的银行卡，以及他们作案时使用的一张道具银行卡和部分冒充人民币的冥币。第二天，杨红带领侦查员再次出动，在贵阳火车站成功的将另外一个诈骗团伙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正是这个团伙几天前将一对刚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夫妇的钱实施了诈骗。你为什么要这样骗，这样骗我们呢？啊，有没有骗？是没骗，没骗。你把卡了传进去，我认错人了，我丢手没有认错，我不卡你回人了，我是上你几伙儿。当时的话不拿给你的话，你还要打我们耳光，你说还不看，我不看你这个女人的话，我打你耳光，现在我打你两耳光，现在我打你两耳光，你这个良心太歹毒了。你还说我不看你这个女人，我两耳光给你扇了，你还叫人家拿给你。我没讲这话。你没有讲这个话，你讲了，你没有讲啊，你还不承认，你不讲，他还不承认，他说他没有讲，你不说的话，我马上两耳光给你扇了，但我不看你这个女人的话。人家父亲还在重病住院，在喝血尿，80多岁的人，就等他拿这点钱回来治病的，全被这帮人给全给骗走。贵阳火车站系列诈骗案成功告破，侦查员们都非常开心，但是副大队长杨红却表现得很平静。我这人可能是要求可能自然要求太高，就是总总达不到这个目标，还欠缺的什么感觉呢？每次都还感觉到欠缺的什么。虽然每个案子破是一方面了，这样子破的漂不漂亮？你咋个破呢？怎么破呢？是就像人到北京一样的，我可以开车到北京，我可以坐火车到北京，我可以坐飞机到北京，那最快，那最迅速，俺们就是破的。贵阳市公安局这支便衣警察队伍成立5年多来，累计破获各类抢夺、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5000多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300人，每天人均破案2.2起。便衣时常隐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出现在僻静的巷子里，他们的身影就像他们的职业一样，平凡中略带神秘。